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童趣游戏。今天呢，我们和小猪的佩奇的一家玩积木。小朋友们喜欢玩积木吗？玩积木可以提高小朋友们动手动脑的能力，让小朋友们更加聪明哦。我们的积木在哪里呢？噔噔噔噔，包装上面的是一只黑色的小鸟积木。小朋友们猜到是谁了吗？它可以锻炼小朋友们的手指，感知色彩，丰富思维和激发创意的能力。这是拼装好的小鸟积木，看看下面就会知道啦。还有绿色的小猪积木，红色的小鸟，粉色黄色的小鸟，猜到这是谁的积木了吗？是愤怒的小鸟积木哦。这边是组装方法，包装上面一只黑色的小鸟，这就是我们将要组装的愤怒小鸟，一只黑色的愤怒小鸟。好了，现在把积木拆出来吧。取出积木，小朋友们一起玩积木吧，开始组装了。好了，这只黑色的愤怒小鸟积木组装好了。哇，好大好可爱的一只黑色小鸟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，你们真的很棒很聪明哦。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